实际主义那个距离，你就觉得可孤独了。即使在这里，我也是在外边。哦。啊，这是种什么？感觉有距离，这只是你的一个状态吧，你不喜欢这个状态，你喜欢跟大家融在一起是吧？你想改变，这是因为你宿舍的一些因果决定的，有一些因果就是让你迈不开那个脚步，你想但是不能，永远跟这个世界搁着一个就像笼子的脚，就像蜷在笼子里，永远要突破这个笼子，就宿舍的因缘因果。突破这个笼子是什么？举个例子，你现在的状态是你永远像把你自己蜷在一个笼子里，跟外边能看见但就是搁着这个笼子出不去，就像一只鸡或者什么蜷在笼子里，想看这个，想跟这个世界互动，互动不上，永远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外边，你在某一个笼子里边，不是你在这个世界外边，你就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是你蜷到了笼子里。想想你这个笼子是什么，把你蜷住的这个笼子是什么，比如你就像一只什么小猫小狗或者什么，你蜷在一个铁丝网的笼子里，好，你很想跟这个世界互动，但是你出不了这个笼子。现在你是人是吧，你不是小猫小狗小鸟是吧，那么好，你在人世界这个笼子是什么，这个笼子是你的认知，知道吗？你认为是那样的，比如说你坐在这儿，有一位师兄坐在这儿，举个例子，如果你跟他互动他很开心，但是你就开不了口，如果你很想跟他互动，马上那个笼子就会出现障碍，我怎么跟他说，他会不会讨厌我，然后我就是在外边的，我跟他说他怎么会接近我呢，或者是我根本起不了那个念跟他说话，我没有那个念头，我也没想法，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在世界之外的，打破这个笼子去跟他说话，他一动你就出来了，知道吧？哎，努力去做，去打开这个笼子，就是只要你主动一次两次，你就觉得没有啊，我没在笼子里，我也没在世界之外啊，我在世界之内啊，这个笼子要靠你自己打破，知道吧？或者你修行也可以破，就是你就没心，你觉得迈不开那眼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好像被绑架了，绑住了，你就做不出这一步了，走不出这一步了，融入世界的这一步。